What up, guys? Welcome to Magpie. 有个非常重要的事要宣布了，非常细心的观众朋友们应该已经观察到了，但是你不细心的话呢，允许我提醒一下你，我们开通了包月充电的政策。不瞒着你啊，做内容挺拉拉贵的。至今我们从2021年中旬到现在，我们团队依然只有那么四个人头，一开始就我和老陈两个。那其实我和老陈心心念念那么多年，一直都想做更有成本、更下血本、更花时间、更花人力的精彩内容，但是这些都是有成本的，现在的人也越来越贵，做这些内容也越来越贵，我们当然需要你们直接的鼓励和支持了。你可以理解为是包月充电，无非就是让你们能直接投资你们想看的内容。有很多很多福利了，但是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投票权。你可以直接通过投票的形式，让你们有一个话语权，能直接影响到将来我们内容的决策和方向。投票的选题是怎么产生的呢？I'm so glad you asked. 说到这儿就聊到我们的第二档的包月充电了，保留了第一档的所有福利，还有额外增加了许多许多的内容，真的是内容啊，是只有你们二档会员们能看到的充电内容，里面会有很多你们以往有可能看到过的节目格式，比如说历史上门翻冰箱，还有一些你们目前为止没有见到过的 reactions, me losing my shit。我们会有机会和你们直接聊和餐饮行业有关的，我们也会有机会去和很多各行各业的达人去有一个论坛的形式的一个节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福利啊，是二档的会员可以通过评论的形式告知我们他们具体想看到的话题和选题，老陈收集整理了之后呢，可以提供给所有通过充电形式支持我们的人去进行一个投票，这样子你们可以直接控制到你们将来想看到的内容和话题了，也给我省点事儿了，因为有时候我和老陈只能猜，别让我们猜了，直接告诉我们吧，行不？最后一个福利也是最简单但是同时是最实在的，是两个档次的充电会员都可以享受一个我们淘宝网店上的全场折扣。领取的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就把你最近充电的记录截图直接联系我们淘宝客服，截图提交给他之后呢，你就可以享受到一个全场的折扣。仔细看这些信息，就是我们充电包月的所有内容了，够意思吧？哎，不和你多废话了，我和老陈要低着头赶紧上班去做出来这些我们刚答应完的内容了。I will see you guys arou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on the other side.